下不下330了，111，哇，漂亮的海景别墅，海景民宿，这是客厅，公共交易厅，看多漂亮。电视、书架都有，冰箱也有，柜台，再来，浴室，第一间房，101套房，第一间套房，卫浴，双床的，冷气、电视。化妆台都有，柜台、厨房、冰箱、微波炉、瓦斯炉、抽油烟机、洗菜台、后门，OK。上二楼，二楼这间是雅房，雅房就拍一下就好了，不是重点。再来，先从这个套房，203套房，床现在先收起来，到时候会再拿来会议那个。采光很好，这船再铺就可以了。205套房，所以有三个套房了哈。客房、卫浴，再来。这个201透板，哇，这 view 很好。卫浴，外表这个 view 才棒。啦啦啦啦，这大海滩，海滨，大海边，好，到三楼。三楼跟二楼一样，也是多一个雅房。雅房就少了卫浴而已。OK，好，先从这边来。这个是303套房，客房内冰箱、电视、冷气、灯屋。好，303再来，305套房，梳妆台、冰箱、电视、卫浴，好，最后一间套房，301。不要跟楼下那一样的，那老卡赶快呢。露营的还是比较容易记得牢哦。三楼的阳台，哇，看到海边啦，海边就在那边，棒呗，棒死了。OK，好，露营完毕。下楼，